随便你啊。这个上次在我们街上面也有的，你们这个有添加剂的就不叫手工健康。上次在街上面，我们那种是真正的手工做的。这什么？一头高，像不像看那个电视剧那种提的一包那个？那这什么？有热水吗？有，它是在外边。就你来吃吗？没有。你问热水的话，肯定是。哦，好的。你问热水，肯定是吃泡面的了，不用说了。吃老鸡、小鸡炖蘑菇呢，还是这个海鲜大餐，还是那个香菇、香菇炖鸡？啊，还有排骨，像蒜香排骨，要哪一个？这个什么味道都有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要什么？还有这个豚骨。随便吧，这种我一般都吃腻的，这种大餐吃腻的。我这还有老坛泡椒呢。没有酸菜了是吧？没有酸菜了。他不是以前这个有一个那个鸡汤嘛，特别好吃，现在没有了。我觉得是鸡蛋头肉都不好吃，有饭有咖喱饭。不吃。有梅菜扣肉。你喜欢？想吃梅菜扣肉。这种就直接泡啊？不是，它是自热米饭。这里还有呢，还有烩面啊。你看，比那个还有肥牛。怎么八两牛肉太多了，吃不完。你要吃什么嘛？还是跟我一样？我想吃面吧，我找一下怎么有什么面的。哦，这个面好吃。辣了，不辣了，这个你可能得吃两包。这个真的好吃，不骗你。我还是觉得找一点酸的东西可能吃起来。这个是好吃，这个。很好吃啊。嗯。那就拿呗，来一个就得了，不要两个，万一两个你吃不饱的。万一吃不完呢？吃不完我吃。啊，行。这有拌饭。这种饭我就不懂好不好吃了。毕竟是拌的吧，毕竟是冷了，热水泡了。哦，等下我买点那个竹笋，泡椒竹笋那个来吃，车上面可以。我一天到晚都是吃这些东西。还带什么？啊，你看哦，你要吃什么？等一下呗，先吃完那个东西，再吃别的。吃完饭去啊。嗯。香不香？我就说这个好吃吧。我觉得肚子饿了，什么都好吃。它的汤也好喝一点，不像那种泡面，那种泡面我吃了想吐。有点像奶茶杯。嗯，好喝，那个汤好喝。啊，这个是智商税没收，可能是我不会弄。它应该是熟饭放进去热一下了，不应该是米吧？不知道，反正它硬邦邦的，没熟。你要跟我做朋友吗？我这里有酸笋。我跟你做朋友，我感冒不可以吃。刚才你有榨菜，你还问我要不要做朋友呢。我现在不跟你做，我吃我的榨菜，你吃你的酸笋，我吃我的泡面。这个真的吃不了啊。真吃不了，放硬，可能我不会做，我第一次吃。人家应该泡很久了吧？不可能，就这种热水能泡成半熟啊？不知道。还好点了两碗，两个泡面。嗯。慢点，不急。我又不跟你抢，我都吃饱了。早点吃吗？上路啊。嗯，本到那边就是下半夜了，每天都熬夜。肯定到下半夜了，还有300多公里呢。身体不好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我把能吃的都刮过来。不熟就不吃嘛。浪费哦。浪费也不能吃生的呀。这里还是挺好吃的。嗯。下次应该带保时捷出门，万一我们吃这种剩的，保时捷也有宵夜吃了。不可以带，
没有时间照顾他。放在我家还好一点，他可以自由跑哦。但是墩墩老是欺负他，我看到墩墩打架直接把保时捷这样子按在墙上，站起来按的哦。他不是躺着把他按墙上，他是站起来直接把他按到墙上。两个都好逗。那我们赶快吃，吃饱赶紧开车了哦。嗯。好像每次我们都是开夜车，因为实在是白天忙完事情已经很晚了，我们只能晚上出发了，是吧？是啊。然后晚上出发哦，不管去哪里，我们都是夜晚上的。晚上几点到我们就几点睡，然后就第二天就照常工作吗？是啊。好奇怪啊，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们太拼了，白天要忙到晚了，没有白天要处理完白天的事情，我们晚上才有时间出去。2:40，终于下高速了，还有10分钟就到了。累吗，老板？有点累。哇，这个挺漂亮的。这个好漂亮，这个门。哇，这确实。我第一次过来，哎，你以前来过吗？这里？我哪里来过这里？这拱门好看吗？是吧？我也是。应该没错吧？你不是给我那个怎么复穿复阳吗？我没有给你复阳，复穿复阳啊！我跟你说复穿啊。是复穿了，这个就是复穿的。我没有给你复阳啊。高速下来了呀。你有没有导错？我看一下。是贺州那个什么富川呢、啊？是吗？富川哦，富川瑶族自治县。对吧？我看一下先。对。错了，我为你失望，我跟你说。哦，你给的地址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等一下要早点休息了哦，太辛苦了今天。好憔悴，好憔悴。几点钟出发的？下午几点钟？什么下午？我们是晚上。从我家里出来。你家里离县城那么远，我们还在县城处理完事情才出来的，哎，处理完那些快递什么的才出来。嗯，然后我们还在现场洗，我已经剪了个头发，我还买了一点衣服，我们还逛了下街呢。哪有一直开车，都没有一直开车。那应该有4-5个小时，有吧？差不多吧，辛苦了。